得这个发型好看，我等着把这个拍个照片给你做个这种的。快点儿啊，楚鹤啊！我看你现在是电脑在线，你是不是在网吧呢？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俩咱俩小伙伴们一睹穷横的容颜？我好像没你微信，嗯，可不嘛，我这个我那个微信里边都是没有叫小布布的，有个大布布。哎呀，出汗了呢。先闻小猪佩奇。我是午夜 DJ， 感受我的 music。 我要项链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们那个获奖的都可以，就是可以随时改礼物。就是你们前段时间不是做活动，不是有人中了那个抱枕吗？你们不想要抱枕的，可以换成项链的，可以啊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马上就过生日了，过生日的时候呢，然后可以那个什么啊，可以这个送奖品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挑一挑，可以临时随机换，只要库存有货啊。如果我是DJ，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哎，直播间来了一个人不认字儿，不用搭理他了，我直接不是他了。啊，这是故意的，故意引起我注意的，我连回应都不想回。你会爱我吗？他妈压根是就是黑粉吧？嗯，差不多，捣乱的，故意的。明显的，很明显，就是无视场控，就是妈的复制粘贴。DJ， 你爱我吧，请你爱我吧。如果我是 DJ， 哎，我看那个，哎，秋后去了，秋后是不是播了？嗯，看看他在了没有。啊，我好友今天还能拿一颗星星。赢的话还能拿一颗星，我看看啊，看他在了不。DJ 是 DJ， 是 DJ， DJ。今天少带了个表啊。啊，今天没带，今天。没开呀。好像没开呀。哎呀，请你爱我吧，请你爱我吧。好像没开。算了，谢谢诗雨，感谢诗雨。哎，我看一个小伙伴好像送了一颗金灿灿的红桃心的月票，别整月票，月票没用。月票以前的时候有用，以前的时候主播刷盘子用的那种月票，然后现在这个盘子也不能送月票，就能涨分的了，就能涨这个盘子等级的了，现在都也弄不了了，都是以前那些能玩的现在都玩不了了，现在你是黑粉，在我直播间待着待着就成白的了，我告诉你。太没有欣赏水平了，还真是毛毯，你们家毛毯是这么型的，你家毛毯挺时尚的。哎，欢迎小神童。哎，这玻璃子儿你能挣多少钱，柯哥？玻璃子儿比一般的一毛钱的礼物提成高啊，玻璃子儿应该是跟棒棒糖一个提成吧，还是比棒棒糖还多一分啊，我也忘了。咱家兄弟有知道的吗？你看俺家公屏上，我就看着这个，就是人家小九搁那一个劲儿发的，还是快捷键啪啪的，俺其他兜兜俊全都在这挂机。哎呀妈的，不播了！妈的，我搁这直播个屁呀、啊！我这直播的是妈的是给你们直播不？啊，我他妈是开直播还是哄你们睡觉？你操我大爷的！我们非得爆两句仓口给你们骂醒了才能出来呀，我们这一天到晚的，妈的早上三小时，晚上三小时，我他妈图啥呀，我搁这坐着腰酸背痛的，我的妈呀，没有一个说话的都没有，就这么玩吧，就这么的。哎呀，怎么哎琼王，你长得这么可爱啊，你这跟头像完全就是俩人嘛。你没开麦，我怎么听不见你说话呢？听见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啊，你长得好可爱啊，萌萌哒哎。
别诓我，别诓我。真的啊，你瞅瞅你那个头像，看你这头像，再看你本人，真的，这我以为你长得和头像似的，没想到竟然长得这么，颜值这么高。你看浓眉大眼，双眼叠皮儿的，高鼻梁。我美颜都没有你白呢，我要把美颜去掉，我特别黢黑黢黑的。黢黑黢黑，你还会说黢黑黢黑的呢？我们山东话会经常会说到黢黑黢黑的。说你现在又是在车上，我看你每一次直播的时候，什么转性也啥的，都是在车上。车里是我家。车里睡，车里吃喝拉撒，这个盖上小棉被。现在在 emo 档，然后抽空今天。下午说恭喜可可那个升到黄金，晚上的时候我给你送两颗星。我说行啊，我说那太好了呀，我说那必须的呢。54块钱赢了四个星。54块钱赢了四个星，那你这匹配的这个匹配的那主播啊，这个水平都跟你差不多。哎，我咱家小伙伴都搁那说呢，说这小伙长得好帅呀，都搁那夸你呢。哎，你这个头像赶紧换了吧！哎，这头像简直就是影响大，影响你在咱们家小伙伴心目中的形象。就是兄弟们，你们看着头像呗，他是头像，我给你们看一看啊。就是你看他的，你看他的头像，完了再看，你看他头像，完了再看看他本人，完全骂这俩人吗？这不就这样？你还是本人比较可爱一点啊，颜值。同样，他是我们徐州的网红啊。我知道呀，我知道你不上就跟我说了啊。就是网红又如何？颜值也没你高。你说这不给你抬杠。说这不给你讲。谢谢诗雨，感谢诗雨，感谢我们夏可可、夏抖抖，感谢咱们地雷哥，谢谢。现在小伙伴这一天一个一个给的票票啊，来大家这一天没过真爱任务，得把真爱任务过一过，借这个跟秋恒哥唠嗑的机会，记得过过真爱任务。你现在在哪？在北京吗？在北京呢、哎。时间过得有点慢。时间过得、哎。我说赶紧走。你紧张啊？有点打颤啊，打瞌睡。这有啥紧张的、啊？这有什么紧张的？咱们。都自家人，咱俩你天天搁直播间里，这个小伙伴们也不是不认识你，也都挺熟，有啥紧张的？是不是我是你心目中的女神呢？对对对对，没毛病。秋凤哥好帅，我也觉得是，他长得好好可爱的那种，就是。不像就是穷横，你这瞅的这个名起的好像很横，就是满个络腮胡什么那种，就是横横的那种，就很魁梧的。结果一出来就完全不一样。你看我有多大了？看你十八九。啊？十八九吧，也就。多大呀，兄弟们？你们就从视频上看的话，你感觉穷横哥得多大？也就说23、24、24、25最大了。啊，24、25最大了。我九零年的。90年28、29。28。看不出来呀，看不出来。真看不出来，还网上。网上啥呀，我操，你车的经理自己吗？你怎么老在车里啊？你在北京干啥呢？你怎么一直都在北京？我批发蔬菜。现在白天不是天热吗？晚上这几天在晚上发货吗？啊，我以前有一个同学，他家里也是做这个的，就做这个的好像挺赚钱的。赚啥钱？从山东拉过来，从这山东拉过来五车了，烂五车，他妈赔五车。为什么？因为下雨下了。对对，他下雨菜烂，然后来这就直接就丢掉了。哦，那就没办法，就是这个现在因为雨天，因为下雨的事儿。谢谢大家，三毛君啊，感谢，哎呀，终于撞一颗星，谢谢秋恒。我还有星呢，还有四个星吧。北京都撞死，北京的蔬菜好那个的，北京的蔬菜好贵的，北京的蔬菜。现在物价上去了，现在
像那种叶菜那种菠菜什么香菜那种十多块钱一斤，现在。这么贵呀，俺们这都不值钱。现在大葱都3块多了，大葱。我的天啊，怪不得，怪不得好，怪不得秋后这么有气派，选对了商机，知道吧？哎，我今天好友局就只能那啥了，只能拿一颗星了。我得明天的时候，我一会儿可以的，哎，可以找秋后刷胜率了。我五连胜，哎，我五连胜啊，断送啊，了，五连胜断送掉。我想，哎，你这平时秋哥，你搁这播也是播着玩儿，这上来之后也是估计也是主播哪里的，怎么会唱歌吧？哈哈，怎么的？也就是闲唠闲对，唠是几的天，然呗。后这样兴兴。浙江蔬菜，浙江的蔬菜也几块钱一斤，那个小九不要再刷屏了，你就再刷屏的话，一会儿都给你禁言了。你搁这叭叭一顿刷屏，别人打字都看不见了，我都，哎，嗯，你们山嗯。东这场雨下的，山东损失6个亿是吧？哎呀，别提了，那有一些那地方，那个那种半拉子村庄那种地方，那桥都给冲烂了，那桥都断了，那现修桥修路，那树全都倒了，这那的全都乱七八糟了。先配齐我们个，徐州下雨还死了6、7个人呢哈。死人倒是没听说过，反正就是下雨下的挺厉害的，主要是那个前天的时候那场雨。刮风了啊！刮了有好多公司的空调外边那个空调那个机箱都刮下去了，哎呦，贼惨啊！刮下去砸我车上，车也爆，那个也烂了，哎，这就是树也倒了，这哎呀，这弄得乱七寿八光，糟的。寿光比较厉害，寿光受灾那个受灾的地方寿比较光厉害。蔬菜嘛，大棚子，寿光蔬菜是全国第一，这一下雨真的这菜也遭殃。什么？这个属实是这场雨来的，人家有的地方各种求雨，俺们这天天就想天天淋，地淋淋，别再下了，行不行？天天就这么着，啊，天天一那北下京雨就他妈下，就是基本想就不下了。北京一直没下雨吗？也下了吧？昨天下了吧？昨天下午然后下了一阵雨。啊，昨天就下了一小阵，俺们这，咱俩兄弟应该知道，我这外边这这个一个玻璃星门够了吧？打这一个开，星，啊。够吧？这一个星够了吧？够了，回来，回。咱兄弟们知道，我这个玻璃窗打开出去之后，就是那个玻璃室上面不是就是玻璃的吗？玻璃给隔着呢。哎呀，那个雨漏的，我跟你说，都能敲锣打鼓了，叮砰叮砰，地大地大。天天起来一睁开眼，啥也不干，就上外边去扫雨去。真的啊，那个还有个盘儿，你知道吧？那雨扫了之后，你没有那个东西可以拿出来，就只能拿那个浴巾蘸，蘸完了之后，然后拎出去，然后拧，然后再蘸，天天光干活搁家里。哎呀，终于就是雨停了。我还那你还有4个星，我现在好友现在够用了，现在没有那个啥了。就如果说要是熟一把的话，熟一把的话呢，就得 熟一把的话，就还得再去偷颗星去了。你嘴开光了呀？刚说下雨就下暴雨了，乱弹琴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们这不下了呀，我们山东现在停了，不下了，终于不下了。我要嘴开光的话，我这一时间老是说话话话的，然后就不得给我种个花的，花花花花花花花。然后前那个什么的时候，那个昨天前天大前天的时候，我还说呢，我说这雨下的这什么家庭啊？那天天下雨，家里和有龙似的，哎呀，这下的来着，我的天，可烦人，下的心里边就是慌。欢迎这些走进客直播间的亲朋好友。没有过真任务的，把真任务零零散散的过一过，有免费心的给免费心也丢一下子啊！今天这个真任务还没过去呢，我们河南怎么没下雨？我们北京怎么也不下雨？
贡献值跟人民币怎么算？贡献值是啥？贡献值是指的什么贡献值？贡献值是啥？哪有贡献值？贡献值是啥？我们重庆怎么不下雨？广州下雨了还打雷呢？广州该下下雨了，广州多热呀！广州在我心里面就是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哎，多热呀！下下雨好呀，俺们这可千万别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希望它天天都是就是大太阳。我站在无边的红土高原，就算是屹立在群山之巅，那梦幻般神奇的大自然，寓意着多少美丽的画面。看一片阳光如此的温暖。老大，我的下阵，哎呦，我忘了。美丽的思念绚烂的春天。一看见裘恨和裘恨搁这一唠，你是说裘恨一出来就是完全和那个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穷横横啊横的，总觉得他还很霸道的那种，像霸道公子哥一样那种霸道总裁那种。一出来之后，就是咱家好多小伙伴都说，哎呀，好斯文啊，鲜鲜嫩嫩的小鲜肉小孩儿，一出来看。哎呀，一下子就可以把战歌忘了。战歌啊。喊哪一个呢？喊这个吧。喊你们比较听的比较多的。可可，这样子。好嘞，好长时间没有喊喽，给大家喊一首战歌哦，来吧 ，Come on baby，let's go。下得闹龙洞，就算前方路不平，他们也要地理乐会中。一身霸气人存在，脚踏七彩云不败，将军出征人在外，下江王朝这气概。三界之内战斗国，地下的枪手这六国，六位将战为何国，是威风了女神下可可。龙腾虎啸谁主宰，除我王冠谁敢戴，沙场之上城门外，身上霸气人存在。斩草你有土字，杀人血染身，这战斗正前进，我巅峰的儿立下将军。多少背叛多少勇，如今我们不回首，这条路我伴你走，踏平乾坤那怒吼。将军我命尽行，是否你不太平，你如果问谁能赢过下脚兄弟在进京。辉煌之日若你在，为我身披这阵铠，不论这战赢或败，家人不会再责怪。风云在此天地上，美国的各家不能乱，无论前方孤德乃是我们注定身边伴。一首另类一段情，没你可可怎能行，风云变幻定天晴，带你归来月龙亭。剑出鞘劈断山，五色的龙王对脑伴，越天楼往前窜，是吓到了兄弟天地变。多少名利已看淡，你的名字千万遍，今生伴我无遗憾，为我可可头可断。Thank you， 谢谢谢谢旭哥，谢谢我们小星星，谢谢大家给我今天扣的2863，感谢我们小伙伴的一模党。 Thank you， 我们错爱累累扎的这几门，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锁定 YPN 2863，一首 YPN 2863的专属战歌送给你们。好长时间没有喊了，真的好久没有喊了，多长时间没喊了，都快忘了了，好，还是那个味道，还是那个我。谢谢流氓君。只不过以前喊的时候经常会给大家放个视频，这样我晚上的时候把视频卡不出来，这视频我这电脑上没有了，那个一会儿晚上的时候吧，晚上看看小水或者梦蝶谁能有人发我啊，我到时候下次的时候继续给你们放着视频嗨起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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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2863耶。地雷哥你最近干啥去了？地雷哥我好长时间没有开直播了，我今天就是回来一个来月，
然后你这段时间干啥去了？过得好不好呀？关心关心你。那个嘘寒问暖一下子。录像有视频，不是那种视频，我是说的神曲的那个视频，就是专属的那个做好的，直接在直播间里放出来就能看的那种。看你直播呀，不，你已经看了我一个月了啊？其实已经看了我一个月了吗？谢谢走进客直播间兄弟，没过生日我把生日过过哟。你这静悄悄的搁直播间都看了一个月了，你小子行啊。最近没见大哥，大哥最近没见大哥，没懂啥意思。感谢诗云，谢谢诗云的玻璃球 ，Thank you， 萌萌帅，谢谢咱们小诗云。自带特效了，与其这个东西有一个，我记得有一个那个，有一个那种就是那动了那个特效，我找不着了。算了，找不着了。最近没见雕爷，昨天晚上不是还来了吗？感谢我队友，谢队友。啊，大叔说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，你就认钱。感谢刚少。哎，大叔，你这句话是跟谁学的？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，这挺溜啊，这个。啊，谢谢刚少的玻璃子。上了大街没有过真肉的，先把真肉过过啊。我觉得这句话也行，挺强势的。啊，记一记，你脑瓜子记一记。好溜，还有那个什么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赌一赌摩托变路虎。我打算过几天给你开个守护。真的呀？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开了守护你就是小学生打架冠军，你就不是幼儿园的了，你就剩一级。有我在玩吃鸡的时候，凡是守护级别的，你们标点，我跟你们走，死了免费拉。皇马级别的死了拉一下1314。拉我一下，给你就是我肯定倒的次数比较多，我注意吃鸡的话一场我能倒个3-4次，拉我一次的话给你减一组520。以后要记得，我要是倒了你们要争先恐后的来拉我，知道吧？拉一把520，拉一把520。欢迎咱们 star， 欢迎咱们幸运星。哎，行了，以后吃鸡我估计了，小后玩吃鸡的人会越来越多。一听我他还有钱赚，可以的。放白话不好，还是放红话？呀听呀听呀！哎呀，打架哥问：那你听话吗？打架哥问：那你听话吗？听话，当然听话了呀，就是一般情况的话就是我都很听话的呀，除非就是我不想杠枪你非要杠枪，那我肯定就是你标个点我也去，但是我在后边吼吼着。刚喝完酒回家的路上，莫迪啊，那你对象怎么天天在外边喝酒啊，这怎么老是那么爱喝酒呢？喝少喝一点啊，管不住。怕了好时尚的眼睛。
巧克力说，一生只为你守护，二话不说刷礼物，三生有点关注，怎么少打两个字啊？三生给你一点关注，四季发财开守护。啊，三生有幸点关注，四季发财开守护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巧克力啊，这谁打的，是巧克力吗？熊我说什么，再喝酒照你照嘴巴的使劲儿。人家情侣之间吧，我跟你讲，情侣之间吵架了，外人吧千万不能劝架，我跟你说不好使，知道吧？再劝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。穷横咱俩就别掺和了，啊，他们俩吵去吧，吵着吵着一会儿就秀恩爱了，哎，这小可爱，哎，就这么说。有个号码一直被存藏，我鞋，还他这个裤子怎么那么短啊？老是呀，啊！明明对你念念不忘。诗雨说今天刷了1400，啥都没中。这个东西吧，就是因为你前两天的时候中奖率中的比较高，然后前段时间说邦迪就啥也没中，然后今天邦迪真的80块钱中两条鱼，晚上的时候又中，晚上的时候花了2组6618块钱啊啊，3组66又中了一条鱼。像他这水的话，我估计过两天再玩星星的话，估计得填把坑了。不发深藏，爱没爱过想听你讲。哎，邦迪，你去那个什么买个彩票吧，彩票就是买上个那个10块钱的彩票，你试试。我给你说个数字，23、23、17。敷衍的采购，我这哎，还有在直播间有没有会解梦的？有没有会解梦的小伙伴？哎，谢谢宝宝们这些过来摘任务。一点说会，你是会吗？真会，巧克力会，我丫也会。穷横说我爸会，叔叔会，我也使不上劲儿。我给大家说，我下午的时候大概睡了一个小时吧，然后中午不是跟那个冠军他们一起玩那个吃鸡，玩了会儿吃鸡，下了直播跟我妈打扫卫生来着，打扫完卫生我妈走了之后，我就在床上拔了会儿朋友圈，就睡了一会儿。我做梦啊，我梦见那个就是那个跟我一就是。我这两天看那个锦觅看的，我梦见火神了，不是，我梦见火神，还有那个就是大殿下大殿子，就是那个片叫什么来着？那个杨紫演那个片，然后我们都成好朋友，然后他还是我直播间的人，你知道吧？还是我直播间的皇马，哎呦，然后就我们就一块去朋友家玩。然后去玩，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去他家玩的时候一开门，他家有一只老虎在那趴着，然后那个人就说这老虎不咬人。我说这你假的呀，然后那个他就带我走，往前走嘛，又一个老虎，又往前走一步又一个老虎，连着看着屋里边就是碰见三个老虎。我当时想着嘛，他妈梦见做梦梦见老虎了，好还是不好呀？然后就有点紧张，然后就梦里边就翻了个身之后就梦见我们几个人就上阳台上去了，上阳台上就看见一个就是跟老鼠一样大的那种，不是跟猫一样，跟老鼠跟猫一样大的老虎，小男虎，然后小男虎吧，然后就我们看老虎小男虎，然后就摸它嘛，我喜欢小动物你知道吗？但老虎它长大了成吓人，我也不喜欢了。喜欢小的就喜欢，跟他摸他和他玩，然后玩就看他指甲好像受伤了，然后还是怎么指甲长，然后就想给他剪一剪，然后捏起他手来想要给他剪指甲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一个蛤蟆了。
然后就那蛤蟆那个手指，老虎那个手指都不是这样，那蛤蟆的手指都是一下就这样式的。我说哇靠，都这么剪，我都不会剪了，就简直要不会剪了。蛤蟆他们都做了这么个梦，然后我就吓我一跳嘛，然后就在梦里面，我一看那个手一下就变了嘛，老虎开始那爪子这样式的，然后一又给他剪那个手，炸一下成这样式的了，吓我一跳。然后往后一杵溜，正好就是闹钟响了，然后我就醒了，胆儿也忒肥了，还给老虎剪指甲，小男虎啊，老可爱了，我可喜欢小玩意儿了。小狗、小猫啊，小羊羔啊，反正就是所有的动物刚出生的时候那种的，我都特别喜欢。你这个都不用解梦，该去精神科看看了。三虎开泰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吧，解梦的来了啊！三虎开泰，那但是他会就是。当时那时候我还记得，我还揉眼睛呢。当时我就这么花眼了吧？你们老虎一下成青蛙了，然后就好好看一看，好好看还是青蛙，再好好看看，一会儿是虎，一会儿是蛙，一会儿是灰。感谢汉堡。梦见虎是凶，真的假的呀？你别吓唬我，梦见虎不好吗？四虎临门，虎虎生威。刚刚那个三虎开泰的青川说，人家叫三羊开泰，你跟人家就是那小子也就埋汰埋汰我，也就是忽悠忽悠我能信，我的成语不好。还跟我说三虎开泰，我还念出来了，我还三虎开泰。哎，对啊，小鹿说了，你这个梦不是说到最后不就是说你是虎吗？虎啊，你虎啊。是啊，我是虎娃，你虎吗？虎啊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虎不虎？虎啊，四个音吗？来手慢，刚喊了两首了，刚喊完了，然后歇歇嗓子，连着喊着嗓子就糟蹋了。我这一天直播时间主要是比较长，我要是一天直播一场的话，我早就给你喊麦了。比如说喊麦，我现在的直播间开演唱会都能行。就是一天播两场八个点，嗓子太费嗓子了，比导游还厉害呢。虎点就虎，犯虎，这叫犯虎三级。妈，犯虎三级，我是那老虎也没凶我，一直趴着那儿，就特别乖。欢迎一哥。欢迎文艺哥哥，再次欢迎南方的肖仔，可以宣布的是走进可可直播间。哭泣哭泣爸爸，哭泣哭泣，哭泣哭泣。傲雪凌霜啥意思？就是吧，就是下雪的时候很傲气，然后这个霜嘛就没有那么霸气了。小景，你的头像好好看，好看吗？小景啥头像呀？啊，你不懂，你这意思就是我长头发的时候好看吗？我现在不好看了，是不是？一人哥，里面有几个山东老乡？你说哪呀？你说咱直播间里吗？直播间里，我觉得就是山东人应该不少，但我直播间里我觉得比较杂，反正就是喜欢可可的吧，五湖四海的都行。主要是我就除了这个闽南语说的不咋的，广东话说的不咋的，上海话说的不咋的，别的方言多多少少都能来上两句，然后他们就都不烦起我。再次欢迎绿仙路的气走进客周边所有好朋友。广东东莞的雷猴啊，赖冰斗啊，还行吧，亚裔双城老差。嗯，奉大家来到脑盖解包干，都是 BB。我唔急啊，你看看我名片啊，我看看你名片，我看看啊，我瞅一眼啊，名片。哎呦，你啥意思呀？你的意思就是
你是不是想表达，哎，我剪短头发都是为了学你。谁学你了？你是不是就是长头发的时候老好看了，现在可可模仿我把头发剪得那么短，一点也不好看，你是不是想说这个？还是这个沟我都不敢点，我都，哎呀，你这有啥好看的嘛，真可爱啊。还整成个这个，哎，这个这张照片是我俩在网吧，我俩在网吧大姐给我拍的。他特别不喜欢上通宵，我以前的时候特别喜欢上通宵，我是个游戏控，特别喜欢打游戏，以前的时候就玩穿越火线可着迷了。然后他那个时候玩那个叫什么神武，是不是有个游戏叫神武来着，我记得好像是，哎呦，一玩那个游戏，他那个在那个神武上，他是一个啥啊，他是一个那种人民币玩家，他就是上来就是 PK 格斗那种，然后就每天做任务，哎，天天挂机做任务，然后搁那看电视挂机做任务，然后就和人家磕。他是那个区里边女玩家里边，那个女玩家里边玩的比较溜的。然后我就看不明白那个游戏，我就觉得人民币游戏一点意思没有。我们有钱就能赢，没钱就得死。我就玩那种竞技游戏。再次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啊，欢迎大家！今天任务还有好多没有过呢，还有五分钟就是十点啦。这种游戏有钱就是爷，没毛病。来一首闽南语的，好，你唱一个，闽南歌啊。闽南歌其实我比较喜欢听那个，隐姓海海敢许了功了盖那个，但是我不大会唱，我就会唱几句，但我挺喜欢听的。有戏在清心，有戏清柴。谢可以，感谢可以哥。唱闽南语，唱啥呀？他世界第一等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世界第一等，世界第一等，等等等等等等啊，不是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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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唱一首巩夏米。哦，巩夏米也行啊，巩夏米也是米哦，但是那个词儿，上一次的时候让梦蝶给我发过一次，他发的不标准，小水再去给我找个词儿是吧？啦啦啦啦啦，夜色那不是闽南的呀，夜色。啦啦啦啦。逗逼俩字儿，那俩字儿你都打错了。啊，一首世界第一等，打字儿都不能打意思，真是。李姓爱红兵，青丘挂海爱红缨，无士兵，无士兵，亲爱兵有你的手心。唱的太卡哇伊了，我得唱的爷们儿点。我是世界第一天，杀奔魂赛孤情，浩瀚跨万来杀尽，恩家红恩家银，无情无义好雅定。
姐姐爱高音，耍脱丢掉小脸气，丢平你过来好心，千平难怪好人心。嘿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，啦啦啦啦啦，啊，这首歌就应该霸气一点唱的才能过瘾，这是写兄弟世界第一等的，知道吗？没有歌词啊，这个。没有歌词，都没有歌词了，我本来都有歌词的，全都没了。你们看我现在都唱不全了，现在。啦啦啦啦，我有了好几句我都唱不了，我都不会唱，有的。长湾的朋友，这个时间请打开你手机闪光灯。在你手机的手电筒摇起来，几杯酒能加饮，啥不够什么来到听，大杯公挂钢琴，我是世界第一顶，是恩恨是主情，不管跨关来沙丁，不怕风不怕阴，不知不也好呀，丁是二舅刘家人，啥不高兴嘛来到今，大白公我讲真，我是世界第一丁，是恩恨是主情，苦恨跨把来杀丁，唔家风唔家人，不情不义好呀丁，爹爹爱讲。小脸心有病理不了心，千根难怪好灵性。我操，我怎么戴了两个眼镜了才看着都没事。嘿嘿嘿嘿嘿，这首歌叫世界第一的，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。我们以前都很久没有联系，哇呀，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嘞，但是这首歌比较适合男生唱，女生唱的话，音稍微高一点吧，就有点太卡通了，没有感情；音低一点吧，又太爷们儿，哎，说是这就难受了，这叫啊。刚才还有人说唱个什么歌，啊，给我把那个歌词发过来，不要听巩虾米吗？快来，巩虾米来，快来来。可以哥，别乱加好友，那都是骗子啊！保护好自己账号，别乱加好友。十点了，给大家开个机灵啊！这个不要乱加好友啊，小伙伴们，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啊！哈哈，嘿嘿，呵呵。真感谢道哥，谢谢道哥。找个歌。给我把那个词发过来吗，小蕊？再爱你一次 ，One two three， come on！ 你看，我都知道这个歌词下边是什么了。五二零，么么哒！今天老大这么白，爱你一次啊，再爱我两次。再爱我两次，啊，不爱了，不爱了，不爱了，一次就足够了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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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乌鸦飞过，哎，这个时间这个还真有特效，真的，这都有特效的，乌鸦的特效呢，我看看啊，动态，真的。现在这整的我都会了，我都别再折磨我们福建人了。哎呀，说啥呢？金奖哥都已经被我折磨的不说话了。欢迎杰哥哥，
我一唱这个，我就喜欢唱这种，就是挑战这种唱出来大家都听不懂的歌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不管是什么语，英语、日语、韩语，啥玩意儿都想试一试，是吧？谢谢叮当猫，感谢叮当猫。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，还真娘。我就是个女的，我还怎你怎么能用真娘来形容我呢？我就是女的呀，我的。歌词来了，尽管到现在我们真的一起，只可惜爱情再回不到过去，再爱我一次。当然是女的了，我看看不出来嘛，你们这帮人真的过分了 啊！给大家唱首歌啊，唱首《共享蜜》，我要再为难为难小姨，为难为难他的儿子。我以为时间可以把你忘记，可是我始终拼不过自己。哎呀，最终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。哎呀，这个壁咚，这个壁咚臭不要！那壁咚你亲哪儿呢？你亲哪儿呢？你搁那？尽管到现在你为家不委屈，只可惜爱情再回不到过去，再爱你一次。怎么唱来着这首歌？共享蜜，我清秋，这歌词不对吧？应该是我清秋吧？是我清秋吗？兄弟们，就是这个那个小姨呢？小姨，就是我给你放一下这首歌，你听，你告诉我这首歌前面这个用谐音翻译过来的话，爱情骗子，我问你这个吧。就翻译过来的话，是我是读我还是读什么？就是我倾向的话是我真相，就是我真相啊，没错啊。怎么又下雨了？不让人活了吗？怎么又下雨了？真烦人，稀稀拉拉，稀稀拉拉的，真讨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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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共享蜜，我亲亲，滴滴鲜绿。共享蜜，我亲亲。不再相信，共享蜜，你爱我，甜甜暖暖的，共享蜜，你引我未来变心意，我那个喜欢他的金球红。这歌词不行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也能心到底在哪共享蜜，我亲亲，滴滴鲜绿。共享蜜，我亲亲，不再相信。共享蜜，你爱我，甜甜暖暖的。共享蜜，你永远未来的。
情好你偏偏追，原来你心寒碎薄情打掉我的嘴。妈有个主播也好，我给他回个信息吧，唱歌局就先不接大乱斗了。我问你，我怎么回事？我问你，你良心到底在哪里？我轻轻漏了吗？漏也没有够啊。冬夏美美爱娃轻轻慢慢你，冬夏美你应完未来天心意，晚来你是花言可以尽情过你偏偏吹，原来你是空嘴薄情大到目的醉美去。看见吗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货。老子说我平胸，老子说我平，老子说我平。虾米瓦青丘体丁 A 三里，你看你不是来我直播间里都谁能听懂来？就刚刚我唱的，你们给我看看我这个翻译的，还给我从网上找着这个谐音。以前的时候我都自己翻译，自己翻译还是比较标准的。这从网上找着这谐音，你看看，这不是我唱的不行，他那谐音不行啊，和我有啥关系？提定爱显绿，你看他是提定爱显绿，他这不标准，他这长得。我轻轻过在 ACC， 对，就得自己翻译这个。我一般都是听一边听一边自己翻译的，还是翻译的这个翻译的不好。感谢我大舅啊，谢大舅。你爱我，层层慢慢累，共享你，你应完没来天心意，往来你喜欢。我先坐下了啊。今天换哥哥老爸，受不了了吗？你唱一首歌，拿出来的四把下子，就是服了自己了。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刷屏有意思吗？被禁言了，你得劲吗？先禁个言，让他冷静冷静吧。哎，我的天、啊！谁那么一首？谁那么一首？我今天的时候，在这个酷我上找了一首歌，啊，我感觉还是挺好听的。但是，就是我记得我已经收藏了，可是没找着。啊，找着了，这个。就是我昨天的时候扒拉的那个歌，夏天的雨。原来弄了半天是这个名啊。我
我昨天的时候问你们也不说，说了半天，说了好几个，哎呀，就说的不对。我照亮冬天的雪。对呀、啊，可能吧。昨天就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歌名的。满就是还昨天的时候，我一说我找了一个好听的歌，然后咱家小伙伴都说你哼哼两句，我给你想想歌名，我就是哼哼不出那个名这个调来了，给我急的哟，那出汗给我急。打死骗子，别来骚扰，礼物哥别来加好友啊，保护好自己账号，兄弟姐妹的这个时间要保护好自己账号啊。好听吗？我听着还行，就现在很多主播都在唱这首歌呢，像别人都已经唱过时了，我才知道歌名叫啥。这首歌原唱是谁？我这是那个什么抖音的那个女娃娃唱的。原唱是你啊。是不是这首歌还行，学学吧。我这个嗓子吧，不知道能不能学出这个味儿来。来去的。啊，不喝了。我们中间还有个 Let's go， 吓我一跳。再会私心吧，可能。我怎么老幻听，总觉得俺家门外边有人呢。可以学出点味儿来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首歌，你们绝对会听了之后会说，哇，这是什么歌呀、啊？好好听啊！这个歌，别吓我们。你再也不会遇见第二个他了。停止，停，先听歌，先听歌。这首歌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，我觉得挺好听的。学不会也做不到，做不到也忘不掉。忘不掉还不敢要，听过了，听过不和俺说，听过不和俺说。让他痛又让他酸，让他酸又凉一遍，凉一遍是心不甘。你们有好听的歌都不带推荐给可可的，你们真的是，哎，什么歌不跟你们说了。我都有好听的歌，我都第一时间我就赶紧开直播的时候和你们分享，你们听到好听的歌从来都不知道分享给别人，你不知道分享出去，对不对？你们这是自私啊。那那那那那那半周，欢迎进行陆续走进可可直播间所有好朋友，大家没有过真人我记得过一过啊。老大来一首只宠你一人，只宠你一人也是一种很好听的嘛，只宠你一人。我今天还拔了好几个那种就是 DJ 的那种歌，而且没有很好听的，只宠你一人。谢谢，感谢孤独，谢谢孤独哥。格格吉祥好听，格格吉祥。还有85个，大家没有过这样任务的过一过。哇，我们今天的免费星差好多啊，免费星差96个，免费星和过真爱的比例不对啊。放歌不唱能好使吗？谢谢哥哥的一毛打，只为你心动，只为你心疼，关于你的心事却一直不敢触碰。外面花花世界，妈呀，好听吗这个歌？而我太普通，我的无畏 DJ， 无畏 DJ， 我这有啊，无畏 DJ， 我有啊，你是通过我这听的吧？无畏 DJ， 你们给你屏幕捕捉一下我的歌单，就是 DJ 版的，你看吧 ，DJ 版的。这一大秃噜的全是DJ 版的，然后 DJ 版有200，DJ 版的有这个200多，然后盛情表白的、拉票的、韩国歌伴奏、周杰伦的，因为我喜欢周杰伦嘛，周杰伦的几首歌放里边了，然后跳舞的音乐、主持的音乐、喊麦的音乐、大 DJ 的音乐、英文歌、
英文歌就装装逼格嘛，哎，没事的时候放点英文歌啥来的，啊，激情的，激情的全都是这种，里边打开全都是那种带 DJ 的那种动词打词的那种啊，还有柔情的，还有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，比较喜欢的里边有的是我比较喜欢的，有的吧是我想学还没学会的，是不还行是吧？你看我这个分组，美美哒美美哒，天天放。一放美美的他们就说我自恋。周杰伦唱的歌叫歌吗？不要万加好友啊，场控拔了一下，我给你说个活动，我给你一个名额，你不要传出去了，你联系一下公会管理去联系一下，你看一下你要不要名额，怎么这么多冒充可可的，还不联系我，哪他妈我哪打字了，我一个字都没打，还搁那巴拉巴拉和人家聊天，这些骗子真的是啊！不要乱加好友啊！这场控也时不时一晚上没事的时候多搜一搜，有这个重名的直接就双方给他射出去。你看，一直可可就一直都在说，不要乱加好友，保护好自己 ，YY 号，不管就是你在谁的直播间，你就是高冷的一逼，谁加你都不加他，不白白的。怎么没人加我？因为你没刷礼物，你只要是刷一组六六，他们都开始加。你出来刷组六六，这骗子接着就私聊你了。哎呀，感谢布里哥，谢谢布里哥哥。布里哥，你跑骚跑骚，越跑越骚，跑完了你这样。来当妹妹哒。晚上唠嗑呀，晚上和梦蝶你俩视频唠嗑吗？你俩爱我感情妹妹哒，爸爸妈妈身体好，亲亲妹妹哒，嘿，朋友都干干相交，友情妹妹哒，嘿，想有什么就有什么。你看我其实挺高兴的，就是子大和梦蝶相识在 Y频2863，然后他们两个现在就是在网恋中嘛，哎，网恋的小朋友，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修成正果，真的就替你们高兴啊。生活美美的，你也美我也美，美呀美美的，天也美地也美，美呀美美的，山也美水也美，美呀美美的，美美的美美的，一切美美美的，你有印象，记得呢。都要美美的，大家没有过真肉，我这些最近把我们的真肉给过一过，真肉还差一些小点点，还差一小丢丢啊，就完成二期了。好长时间没来了，九七。清晨起来打开窗，阳光美美的。看着蝴蝶问花香，风景美美的，你在远处看着我，笑容美美的，我的心就像朵花儿开得美美的，我爱你你爱我，感情美美的，爸爸妈妈身体好，亲亲美美的，朋友都胆敢相照，友情美美的，想有什么就有什么，生活美美的。我就觉得我这是Y频2863最美的一个人了，美呀美美哒，真肉还差75个是吧？真肉还差75个了，兜里那个免费的真爱专属的那个任务，那个那个心记得送一送，那个也算数的那个啊。爱情美事也美，美呀美美哒。一起美吧，一起美吧，我们一起美吧，美吧！感谢布力哥，谢谢布力哥的控车。One two three go！ 你说这个歌这就成了口水歌呢？乍一听的时候听的不好听，慢慢听的这歌真好听。没有挚爱的可以算吧？没有挚爱的可以算不？这个真爱团过任务啊！这个就是你开了真爱团过真爱任务吗？你没开真爱团，你过不了真爱任务呗。
没看见的团刚看见了。你好可爱啊，适合青少年哪能啊，这首歌广场舞，就我妈没事搁广场舞上扭了扭了的时候都是这个歌呢。就在广场舞啊，就这样。还有就是这样。现在广场舞都可健身了，都跳起来什么跟健身房一样，可厉害了。都要美美哒，喜乐呗。